开直播了，哎，各位好啊，这个因为昨天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手机的问题，啊，手机的问题，所以呢，直接造成了这个，小一呢，没发车。然后现在我们在 YouTube 上啊有这个专属的频道，明白吗？在 YouTube 上有专属的频道，所以呢YouTube 这个油管上的呢，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边怎么镜像了，这边怎么镜像了呢，这怎么镜像呢，我都不会操作了，我都不会操作了，怎么翻转来着？从哪儿翻转来着？这边镜像了，啊，这就不知道怎么弄的，啊，话筒挡住了，哪有话筒啊？换声卡了，现在有声音吗？哦，那我得把这关。口声音不对，现在都对了吧？现在有声吗？声音小。不应该呀，这边行了，这边怎么着？这边声音小吗？没有声音，那重新开一遍吧啊！重新开一遍吧。这边行吗？可以哈，这边一切正常是吧？
这个回头我请示一下好吗？我询问一下，你先别着急啊，我这明天肯定给你信儿啊。好啊，还有杂音吗？听筒坏了，进水了。手机进水了，声音很低是吧？那怎么办呢？声音不对是吧？嗯，我想想啊。小一正常，小斗不行，没插，没插声卡。哪个是抖音啊？这个，关了吧。你是不是把话筒给挡住了？现在行吗？现在可以吗？可以了呀，刚才肯定是挡住了。现在好了是吧？哦，刚才被谁？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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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可以可以了，正式开始，就别闹了啊，好吧？可以了啊，那个现在发车越来越晚了啊，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训练结束的晚，训练结束的晚，然后40公里，开回来呢，确实呢这个也需要点时间，我这也没吃饭呢，啊，问题不大。好吧，发型怎么整的？很简单，就用一种特殊的材料啊，就是水啊，用水啊。这个水啊，其实是有很多的功能啊，生命离不开水，人体75%是水，地球表面75%是水啊。同时，水呢，它也是一种润滑剂啊。其实水是润滑的，但是为什么大家说这个？要高油，不能用水呢，啊，要高油啊，不能用水。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水能生锈，啊，班尼老让我买药怎么办啊？好吧，啊，所以今天呢，这边衣服穿反啊，这边衣服穿反了，哟，那我这个，我这商品都没挂呀，哎，别着急啊，最近稍微有点乱。啊，别着急，别着急，天不长夜长啊，天不长夜长，夜长梦多，好，啊，最近这个我最近光帮着这个家长啊，这个推广了啊，乐播的这个产品呢，销量基本上就是下降很大，啊，这个，所以大家没事呢可以这个逛一逛我们这个商品链接，啊，咱们先说一件事儿啊，就是说我是不是说过我不做纯带货主播，是不是说过？我先求证一下，我是不是说过来着？啊，那吴磊的事儿别着急啊，肯定要聊。鞋到了是吧？鞋怎么样？好像我说过是吧？这个，所以我现在很纠结，啊，有人找我。要去做纯带货的，啊，而且呢给的钱挺多的，但是因为我说过这个话，啊，虽然说我呢，就是我虽然我呢也不是什么这个多大的这个身份地位的人啊，但是我还是追求啊一言九鼎，啊，就我说过的呢，我这尽量的呢能够兑现，啊，我既然信誓旦旦的说过我。不做 never 啊，永远不做纯带货的主播，所以呢，我就面对着对方开的这个价钱呢，我就犹豫了一下之后呢，我就给回绝了，我就给回绝了啊，但是呢，咱们实话说呢，就如果他要再加价的话呢，我有可能扛不住，啊，如果我扛不住呢，我会跟大家公开道歉啊，就是我没有履行我的诺言。但我尽量扛，好吗？我尽量的扛，啊，其实我更希望的就是呢，我还是聊一些内容，
在这个内容过程当中啊，我可以推荐一些商品啊，而你不能让我三四个小时卖15种酒，那你说就是大家说一下，就是多少钱我投降，就是他开多少钱我就不要脸了，我就是我就成为一个这个没有说话没有兑现的人啊，多少钱我就可以不要脸，1亿是吗？不，其实用不了5000万我就不要脸啊。说1亿的都给他拉黑好吗？这哥们儿明显是把我这辈子挣钱的路全给堵死了，好吧？说1亿的啊，因为不可能给我1亿，明白吗？嗯，但是我尽量的嘛啊，我尽量。嗯，这当然也是承蒙啊各位的这个关照啊，这个哎别凯源爸爸别拉黑，我这开玩笑呢。这个北方人呢跟这个南方人呢，这个有时候对这个玩笑的理解不一样。你看刚才我说写1亿的都给拉黑，凯源爸爸说好，他是管理员，他真给你拉黑，好吧？所以先别开玩笑，这是开玩笑啊。所以相对来讲呢，小一这边安全，因为小一这边呢都是久经考验的，因为小一这边该拉黑的都已经拉黑了，小斗这边呢人员比较复杂啊。现在黑子应该有500多人吧，1400人里边有500个是黑子，啊，但是黑子呢，有一些人呢，你别着急啊，我有一天会大赦的啊，哎，小一的朋友，我曾经大赦过一次，然后这个，咱不说大赦啊，就是那个，咱就说这个全部和好，好吗？言归于好，然后等着什么时候呢？我就是找一天。这一天呢，这个喜事儿啊，比方说我又生一儿子，哎，类似这种日子，那一天呢，我就把所有黑名单上的人我全放出来，包括卖黄片的、博彩的啊，然后这种变态的啊，我都给他放出来，好不好？嗯，好吧。我呢是这样哈，我明天早晨呢去趟上海，啊，去趟上海，然后周六上午回来，啊，周六上午回来，周六晚上呢会在这个 PP 体育呢有一个节目啊，那个节目是个带货的，但那个不能怨我，啊，是 PP 体育安排我去，然后我的搭档呢是纳威，啊，我好长时间没见纳威了。纳威啊曾经啊给我2000块钱让我去客串了他电影的一个角色，一句台词没有啊，是一个哑语翻译。啊，完了呢，据说呢就是我表演的非常出色，现场很多人就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句台词没有但是把戏全给抢走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呢，就他们的周围的演员啊说这话的时候，我就心里就一咯噔啊，我就说够呛。因为那场戏呢我不是主角，台上很多人是一个什么新发布会，然后我呢给我安排一个座呢是坐在旁边啊，我就做这个哑语的翻译啊，然后但是我这个戏太好了，等于说呢台底下的观众啊群众演员呢都看我完了乐，他们台上的男主角女主角啊，都戏都被抢了，下来呢就是哎，这么一说，我说我够呛了，果不其然啊，好像是最后纳威也扛不住了，谢谢啊，纳威也扛不住了，因为演员说这要是这董路要是这场戏如果是他这个镜头要用上，那就证明着我们都没戏了，啊，所以有可能呢就把我这个有可能呢会就是把我这个戏给删了啊，其实对我来讲呢无所谓啊，因为我已经跟佟丽娅啊陈意涵我都搭过戏，我还在意跟一个就是也没什么名的一个电影嘛，对吧？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呢
哎，没什么，啊，给我的戏删了就删了，啊，没关系，反正2000块钱也挣了，啊，但是呢，这个呢就说明了一个道理，啊，就是在中国这个各行各业的圈子里啊，就是你不能够越界，啊，你不能打破原有的平衡，啊，如果你打破了原有的平衡，那么你势必会受到这个原有势力的这种敌视，啊，这个很多的事情都是如此。所以为什么说中国人呢是中庸之道，哎，中庸之道，有什么事儿你好不好大概齐，哎，就可以，但是不能啊这个出头，尤其是你本身呢又原来不属于这圈子的，如果你出头了，那么自然呢就会受到这个排挤啊。所以呢这件事儿跟大家通报一下，然后我周六碰上纳威呢，我会跟他再聊一下。我说你把我的戏删了是吧，啊，我说没关系啊，但是有一点，以后你要再找我拍戏就不是2000的事了啊，你看给800行不行啊，就不要那么多了，因为你老拍我完了，我过去我把戏抢了，你又不用我，你这不是浪费钱吗？那你就少浪费点啊，这我准备跟他在这个聊一聊，我再跟他聊一聊好吧。然后呢今天呢我又是很开心，其实昨天我就很幸福啊，昨天晚上凌晨3点多我还是在看着这个训练比赛的这个录像啊，还在往教练组里边呢发着视频，很开心啊。因为但今天的开心呢跟昨天呢不一样，今天呢比昨天还开心，因为昨天呢09的踢得好，10的呀有点被打懵了，而今天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宣讲和孩子们的沟通啊，然后呢10的进步非常大啊，虽然说呢也丢了3个球，但是在我看来呢就是双方的实力差距远远不止3个球，因为大1岁嘛啊，而且呢昨天虽然说是3-0，今天也是3-0，但是昨天呢其实打进8个也是可能的，因为浪费了很多单刀。但是今天呢10呢顽强的防守啊，抵住了这个09的这个疯狂的进攻啊，所以我为10的孩子感到高兴。我在今天的这个训练前的这个就是沟通，我就跟这个中国足小将的10的队员说，我说你们是全中国最幸福的10的孩子，因为你们每天都可以跟全国最出色的09的球队之一，记住啊，趴活的一定要把这之一写上啊，是全中国最出色的09球队之一啊，能够陪你们呢训练啊。但是呢你们也要有压力，你们的压力应该是你们要不断的给09的来制造困难才是你们的价值，如果你们每次都溃不成军任人宰割，那么你们的这个幸福也是廉价的幸福，因为真正的幸福是你很幸福并且能够带给别人幸福，这是真正的幸福啊。这个抖音里面有人问一个小孩叫邱子谦是吧，是邱子谦今天呢来小将了，来小将，来体验体验，可能具体的可能也是想试训一下吧，啊，好像这个孩子在抖音上很火是吧，啊，所以呢就是这如果说邱子谦，就是他是09的，好像之前去了葡萄牙是吧，我看今天穿着本菲卡9号球衣来了，啊，小孩啊。这是肯定是就向我进行示威嘛，就说你看吧，反正本菲卡9号，我球衣是本菲卡9号，啊，反正您看着办啊。但是呢，他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我们啊，在去年呢，我们2胜本菲卡，啊，就是2胜本菲卡，啊，但是这是开玩笑啊。邱子谦，我是他之前来过一次试训，然后，这次回来之后我感觉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他身体比较小啊，他其实更像10的
身体比较小，如果说这个有条件的话呢，就是在这儿多体验体验吧。因为之前我知道他去了南京，跟着这个鼓楼一中心呢蒋指导那儿练了一阵子，现在又回到北京，开学了嘛，然后跟这个球探吴志鹏也联系了一下，然后今天就来了啊。这个可能有一些这个朋友可能也会觉得，就是说左小将怎么好像谁来都行呢，怎么这么开放呢，怎么这么开放呢？其实就是左小将是个很开放的平台啊。之前有一个小孩，他是这个另外一所小学的啊，然后这个疫情期间呢也跟着我们一块儿训练啊，我们也就接纳了啊。我们其实就是希望吧，有更多的孩子他愿意来体验，好吧。韩端呢我们是明天晚上练，明天晚上我在上海9点啊，明天晚上去上海，在上海呢我完了9点钟啊跟韩端练，好吧。吃饭是吃不了了，有位姓宋的，什么姓宋的，宋红鱼啊，那是宋红鱼啊。我去上海，因为就这2天的时间，我也没有，因为都有事儿，安排的挺满，所以我就不会跟季宇阳，有什么沟通，啊。对，我在宾馆，那我去上海，我不住宾馆，我住哪儿？住你家呀？小将有没有新疆的孩子？没有，没有，有2位新疆的助理教练，沃尔肯和别克。新疆的孩子肯定是很有天赋的，新疆的孩子因为他们能歌善舞嘛，然后身体的协调性啊，包括他们饮食啊，对他们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包括这种文化，新疆人呢也热爱足球。我们经常能看到在新疆这个可能很小的一个地方，但是一场业余的比赛会吸引上百上千的观众，这个情景确实，哎呦我天哪，这是李指导啊，是铁子吗？李指导，你这我真没想到，如果真的是李指导的话，李指导您是这个是有身份的人，你怎么能，您是足球圈里边的，现在这是有身份地位的人啊，是铁子吗？真铁子假铁子？我看看啊，是这个，我觉得不见得，我认为这可能是假铁子，肯定是假的，咱给他举报了吧，好吧，这肯定是假的。就40个粉丝，但也无所谓。那你再发几个我看看。你这个，你作为一个中国国家队主教练，你在武汉卓尔，你一年年薪800万，你完了你来我这儿，完了你就发一辆车，啊？你合适吗？你觉得？啊？况且你这个执教国足是不是，将来也说不好到底是什么结果，对不对？那你这个，我可是里皮的敌人，啊，你自己想着，你自己想想，啊，他们都说是里皮是被我给挤得走的，啊，好吧，那铁哥，不是铁哥呀，铁弟，你看着办啊，好吧，开玩笑，开玩笑啊，开玩笑。你是地址在沈阳，沈阳就都是李铁啊，啊，你也不能说是把沈阳的人就都当成李铁呀，是吧？
人帖子就发一辆车，这肯定不对，不可能，这哪是帖子？嗯，好吧，帖子去充钱去了啊。今儿呢，咱们主要呢就是聊一聊这个李铁啊，不是，聊一聊吴磊，聊一聊吴磊啊。其实前几天我说了，有的朋友问呢，说吴磊是不是会离开西安人？我自己的判断呢，我认为啊，不会离开，这是我的判断。当然了，今天呢传出消息，说这个英超这个狼啊有意啊引进李铁，啊，是这个消息呢成为了今天呢中国足球圈第二大的消息，啊，第一大的消息呢是杨晨呢又一次来到足球小将，啊，今天呢给孩子们又带了一堂课，啊，第二大的消息是吴磊，接受了不是就受到了狼队的这个召唤，啊，第三大消息呢就是今天呢。分队比赛当中呢，这个中国足球小将的魏子轩进了一个球。这个球啊，我认为呢，如果是正式比赛，他可以入选世界2020年度50大进球。啊，有的朋友说你是不是又吹牛？啊，有的朋友说是你是不是就开玩笑啊？不是，我认为如果这样的一个进球是在正式的比赛当中将会啊是世界50大进球。没卡，哦，我现在直播，然后我完事跟你聊啊，您别早睡啊，到时候我跟你聊。就是50大进球，啊，现在卡了吗？好了吧？有视频，别着急啊。今天09呢是3-0，10，那么进球队员分别是。老二魏子轩和老大啊，老二这个球怎么进呢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魏子轩这个球呢我现在深深的印在脑海里，当然老大那个进球呢也是这个镜像了吗，啊，还真是，这怎么回事呢，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调了，高宇阳还是不是中国籍我不知道，谁叫高宇阳，对不起。这有朋友问这个新疆那个6岁小孩是不是能进足球小将，我认为他现在这个年龄他进哪个队呢，最小的是1-2的，他可能是1-1几的1-3的吧，那我觉得他现在的实力可能就是打1-1的是肯定打不了，这是10000的打不了，啊。打1-2的比赛呢，我认为，你要是跟李浩言和这个，和和相比，那我觉得这个新疆小孩，因为他毕竟年龄小，那他肯定是不是一个层级的，就是不管他能做出多少个球星的作用，但是呢，这个足球比赛他是就是，就你做什么动作是有时候取决于你自己。同时也取决于你遇到什么对手，对不对啊，所以我认为大家这小孩肯定是有天赋的，但是大家也别太着急啊，所以他才6岁，你说那么着急干嘛呢，对不对，他才6岁，太小了啊，高升的儿子高宇阳啊，我这肯定是日本籍啊，这个好像是我看有报道说了嘛，就是他10几岁18岁选择国籍的时候，他问家长问孩子啊，说这个你选择哪个籍，他说他选择日本籍，这个也正常啊，这个也正常啊，大家这个没必要，其实中国好多名人的孩子都是外籍啊，这个也正常啊，这个没有必要嘛，没有必要去纠结，好吧，没有什么必要去纠结。这个
哦，你觉得这届国少能不能进市少赛啊？嗯，我实话说，我没看过这届国少。我这届国少，我只相对了解一个队员，叫何小科，啊，相对了解一个队员何小科。我认为何小科应该是这个年龄段非常优秀的，这山东鲁能梯队的这个队员，现在在塞尔维亚踢球，啊，然后他的教练是外籍的，对不对？是外籍的。然后邵佳一是作为这个国管部派驻的这个官员啊，我觉得邵佳一还是很有头脑的。啊，邵佳一，这个说什么肖斌生孩子，这跟这你聊这干嘛呢？啊，老大接着说呀，老大，对，老大那个进球也很漂亮，那是带有他独特的风格的一个进球，啊，老大呢很少进球，但是老大只要进球，至少谈不上是世界波，至少也是个中国波，啊，所以今天老大那个进球也很漂亮。待会儿呢，我们这个乐播的刘侃，他做好视频呢，他会发给我之后，我现场就发，好吧？现场我就发，发完了呢，大家就可以马上欣赏。然后呢，我昨天发了一些这个，足球小将比赛的一些视频，我发现就是，凡是有技战术含量的中国足球小将的比赛，就没有人评论，尤其是这个青训界，啊，就球迷可能会觉得，哎，这不错啊，这挺好，但是就是各种什么公众号啊，什么这个青训那个青训呢，啊，或者是这个专家那个专家呀，就四处评的那些人，从来他妈 never 不评论中国足球小将打得好的东西，这个也挺奇怪啊，这个挺奇怪，就是从来不会，就是你踢得好的他也不说，但是你踢得不好的他就会说。你说这怎么聊呢？这事儿你说怎么聊呢？然后呢，就是国籍一换，点赞上万。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就是这些进球或者这些动作，如果是日本孩子、韩国孩子、德国孩子、西班牙孩子、英格兰的孩子，我去，那疯了。那在小岛上早就疯了，但因为他是中国孩子，而且还是足球小将的，就那么回事儿，就那么回事儿，啊，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呢，就是我现在发视频呢，就是我要发漂亮的进攻呢，他就会说这防守太烂；我要发全是抢断、拦截啊、铲断啊，然后这个锋线路非常好的防守呢，他就会说你看这踢的什么玩意儿？他根本传不起来，根本也突破不了，嘛，所以就很难，very very difficult，啊，very very difficult，啊，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马来西亚人说英语，very very difficult，还有这个阿拉伯人，international，啊，go to international，啊，这是阿拉伯人的英语。International Hotel，这是阿拉伯的英语，然后我们那时候当年呢，我们去这个西亚，2001年，一堆记者呀，这个去西亚。阿曼呢，卡塔尔，阿联酋，采访这十强赛，然后我记得呢是在阿曼，在阿曼呢，在阿曼呢天儿特别热，然后有卖西瓜的，然后当时呢中国这个记者团里有一个老记者，现在可能都60多了，当时可能40多吧，20年过去了，然后呢他呢就是买什么东西他就说得打折。
然后他就学了一个英语叫 half， 就是 half 的意思，就那意思就是说，比方说这多少钱，100 half， 50，卖不卖？啊，然后呢，卖西瓜的，卖西瓜的他就过去了，他说我要买一西瓜，他也不会说，别，人家那哥们就说，比方说说8块钱，8块钱。他反正也不管多少，还是 half。那卖西瓜那个阿拉伯人那个印巴人 ，OK half， 咔，切一半，给4块，就是 half 啊，他以为这个要一半的啊，要一半。然后还有一个是足球报的一记者，那个哥们英语也一般，在卡塔尔呢，在酒店里边。然后买了一个西瓜，但是没有刀啊，他就自己打这个酒店的这服务台电话啊，然后拿起来就说 give me a knife 啊，给我一刀。那边帮电话挂了，吓害怕啊，害怕呀。跟崇明岛的队伍踢过没？踢过啊，因为崇明岛最大的不是最小的，是0708，啊，崇明岛是0708，我们是09，啊，所以说没有机会，踢，啊，我也因为现在还在疫情期间嘛，可能也大家也都不愿意走动，虽然说上次这个季玉阳说有机会说那个去徐指导那儿，拜访，但是。我感觉这个一时半会儿可能实现不了，啊，会实现不了。跟幸运星提啊，没问题。幸运星有我们的熟人兰姆达，啊，兰姆达。那么关于这个吴磊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啊，吴磊呢这。一个多赛季，啊，现在一共进了10个球，啊，应该说呢还是可以的，啊，就是他的这个数据，从这个，从人们最开始的这种客观的期许，和实际的呈现来讲，其实还是可以的，我认为吴磊呢也足够专注和努力。吴磊呢也是能把自己的特点，就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呢，也都发挥了啊。他的那些空切上去的这种身后的破门啊，还是所谓制造的这些威胁，是符合他的特点的，其实呢，我们有时候会形容一个队员呢，我们会用比方说很多的方式。比如说他身价多少，比如说他多高啊，比如说他踢什么位置啊，然后他实力怎么样。其实啊，比较常用的一个形容词就是有没有特点啊，就是如果是哎这哥们直升飞机一来啊，把铁哥给垫儿位去啊，就是他是不是一个就是有特点的队员。这个就好比是什么呢，唱歌啊，就是说你说谁唱的比谁好呢，这个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不管怎么说，能唱出来的肯定是都有特点的。你看刘欢啊，那英、韩红、毛安敏、韦唯，是吧，包括可能这个周杰伦啊，然后张学友啊，刘德华啊，就是他肯定是有他的这个特点。所以为什么说有很多人其实音乐造诣很高啊，也识谱，然后各种音阶各种作曲编曲都行，但是就没出来。相反呢，很多大歌星他其实不识谱的啊，五线谱不识，简谱1 2 3 4 5 6 7 8 9 10，哎，就是说他没有什么音乐的这个所谓的造诣，但是呢他一个是感觉好，感觉呀，另外一个就是
独特。据说王菲呢，其实是王菲以前不是这么唱歌的。王菲是听了一个外国的一个歌手，他一下受启发了啊，然后呢就用王菲的这种唱法啊，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啊。就是林志玲据说以前也不是这么说话，林志玲底下肯定哎大哥你干啥去，但是在场面上就是哎呀大哥你干嘛去啊，就是这样啊。扯远了是吧。哦，小红梅的主播，对，小红梅的主唱，对吧？嗯，不是女足的王菲，啊，是比利时王菲，啊，是比利时王菲啊，啊，说吴磊啊，说吴磊好。那么，我所知道的呢，其实，在两年前，甚至，啊，对，两年前吧，两年前呢，其实郎就一直他准备升超，就已经开始跟吴磊接触。那就已经开始跟吴磊接触了，就是当时狼队还在英冠，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去了，我们不跟狼踢了吗？当时呢跟这个狼的这个背后的公司这个复兴集团的人沟通的时候，其实当时就传出来说想要引进吴磊，因为他谁都知道，中资背景的球队，那你要整一个中国球员，那必然。啊，在商业开发这方面，影响力这方面，那一定是最好的方式，就是投入最小，但是收益最大。你比如说吴磊，比方说，咱们这么说吧，1000万欧元，你给他买来了，你要买一个其他的，比方说买一个塞尔维亚的1000万的，或者买一个西班牙的1000万的，或者德国的1000万的球员。他就是这1000万，他能给你带来的收益啊，可能往回回呀、啊，这东西就不好说了。你他能不能踢好，他得踢成什么样，他球衣能卖多少，他的这个能带来的这个眼球经济能有多少，这个东西就很一般。为什么呢？你作为一个德国、西班牙、英国，或者是塞尔维亚，或者哪怕韩国、日本。他多呀，日本在欧洲多少人在那踢球啊，你引进个日本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中国呢少啊，中国球员呢在这个欧洲五的联赛呢太少了。所以呢吴磊到了西班牙人，给西班牙人所能够带来的，甚至啊无限接近西班牙人啊给予吴磊身上的花球，因为上海上港本身是支持吴磊踢球出国，甚至帮着负担了很大的一笔费用。所以呢，就是西班牙人引进吴磊，虽然说也花了一些代价，但是呢，吴磊的到来给西班牙人所带来的这种经济的效应是肉眼可见。你比如说球衣，据说卖了10000多件。啊，10000多件球衣，其实作为这个一个西甲的中下游的球队，那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笔收入了。还有就是中国很多的品牌，是因为吴磊在西班牙人，才成为了西班牙人俱乐部的赞助商。所以呢，就是这是肉眼可见的。那么作为吴磊来讲呢，他这个年龄啊，已经到了一个，是接近一个，就说自己这个能够抵达的这个巅峰的那样的一个区间了。就是他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说是再往上走一走，咱不敢说一定不行。但是呢几率可能不大，也就是说呢吴磊呢他的能力在现阶段或者未来的一两年当中，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就是持续这样的一个能力，而不是说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因为毕竟年龄在这儿，和他过往的这种
职业足球经历的环境啊，他不是23啊，他也不是25啊，所以呢我倒觉得是这样，就是从商业的角度来讲，那么也中资背景的狼啊，渴望引进吴磊是合理的。那么从吴磊团队或者从吴磊本人的角度来讲呢，那么如果能踢英超，他衡量就是踢英超肯定很困难，也许呢这个出场的这个概率呢，或者出场的次数啊，不会像西班牙人虽然说西班牙人有时候也打替补，但是毕竟这两年其实出场次数还是蛮多的。但是呢，如果西班牙人降级，那么如果打的西乙，依中国人呢，这个买东西看牌子，看电影看导演，啊，就是完了呢，这个看比赛看名队这个习惯，那么一旦降入西乙，很有可能呢，就至少一部分看热闹的就不看了，啊，但是关注吴磊的或者是就是比较铁杆的球迷肯定还会看。你甭管是踢西乙，我就问你，江景琦如果德国的 U12的比赛直播，你看不看？我调查一下，就是如果江景琦加入了德甲的职业梯队，然后他的这个联赛如果有直播，你看不看？我觉得肯定有很多朋友想看看，因为毕竟就是他是中国人，而且他在德甲梯队，他穿的队服是德甲的啊，所以真是这么看的话，那我就回头策划一下好吧，啊，如果江景琦过一阵子吧，七月初啊，将会发布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就是江景琦如果一切顺利啊，但是这东西很可能会有意外，但是我在这儿呢愿意跟大家，我并不是说吊大家胃口啊，我并不是吊大家胃口，因为这个德甲呢，这个德甲的这个少年地区的这个青少年的联赛呢，实际上是这个取消了啊，就是这个赛季不踢了，就是夏天之前不踢了。那么队伍呢将会在7月1号到7月20号啊重新集中啊，就这个 U12 梯队。然后呢江景琦如果顺利，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将会成为中国足球小将输送的第一位欧洲五大联赛啊职业梯队的队员。然后他会回国呢肯定我们会安排一些比赛，他也会重新身披中国足球小将的战袍啊，这些黑子肯定会很难受，黑子以为啊江景琦是弃中国足球小将而去啊，永远 never 不会再跟中国足球小将有任何关系。其实你根本不了解我们跟江景琦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联啊，你们根本也不了解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也很期待着啊，这个7月底8月初可能大概只有20天的时间他的假期，然后就得回去之后呢就备战新的这个新的赛季了啊。如果大家市场调查挺好，那么江景琦未来的在德国的这个他这个年龄段的联赛啊，我们争取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实现这个现场直播，好吧。那么就是从吴磊的这个年龄段呢，我个人觉得呢如果他的梦想仅仅是停留在西甲两个赛季，然后随队降入西乙，我个人觉得这个年龄呢，在西乙再往上打，能不能够再升回来，用多长时间能升回来，然后他要计算自己的足球生涯到底还有多少长时间
能够处在一个相对高的一个巅峰。所以我认为呢，从吴磊的经纪团队或者从吴磊本人来讲，那么如果有英超这样的机会，哪怕可能会有一定的冒险，但是我感觉呢也可能会去尝试。当然这里边我认为还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他不去西甲了他不去西乙，但是他可能会转会到西甲的这个中下游的球队或中游的球队，也不是说不可能啊，或者是德国的联赛也不是不可能，但是只是说人们愿意谈论，愿意看到那个英超狼对于吴磊的这一份这个情有独钟吧。当然这件事情对狼来讲是稳赚不赔的，首先这个新闻就已经赚足了眼球，对吗？你甭管最后成不成，对吗？对吧？就是今天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儿，那就说哦，狼在中国又哦，原来还有狼呢。哎呦，狼是哪儿的？哪个公司的？哎呦，是吗？哎呦，狼还不错的成绩。哎呦，就这一波呢，等于说是还是对狼的推广啊，还是有帮助的。我觉得这里边钱不是问题，钱不是问题，就是吴磊到底是这狼能不能买得起？一个跟门德斯合作的一个英超俱乐部，他有什么买不起的呢？对吧？没有什么买不起的，又不是多贵，是吧？对吧？不，你至于是这是谁？我不是对什么什么工什么的，跟我没关系啊！你也不要跟我聊这个啊！都是中资啊！他有的时候这个中国人跟中国人呢，有的时候是对抗的，但有的时候如果共同的利益面前呢，也是好说好商量。真的，这当初你像这个许家印跟这个马云之间这丁光五四的不也弄了吗？许家印把马云给直接给扔到弄到足球圈里了，后来没有后续了。我觉得可能马云也知道这足球这东西不好弄。另外一个呢，最后呢，贾跃亭呢又把许家印给弄进去了啊，所以大家有时候也是有时候都是轻敌了啊。有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害你的人不是害你的，就是。给你弄坑的人就是你身边的人，就是你身边的人，你看比如班尼啊什么的，这个就有可能，哈，对吧？相互割韭菜，谁都觉得自己不是韭菜，但都被割了，都被割了。因为钱呢，就还是钱不算钱。如果这钱是事钱，他就不至于了。你比方说20亿，对马云来讲，20亿就跟咱们说2000块钱，啊。或者是2万块钱，你说2万块钱，你说干一件大事行不行？也行，是吧？还是不在乎。那真有钱的人，这多少房子都忘了。我见过一个哥们儿，真有钱。这哥们儿说你在北京有多少套房？我有时候他说我说句老实话，我他妈都有时候都忘了。有时候我有时候忽然间想起来，哟，亦庄还有2套房，还俩别墅。哎呦，我才想起来，哟，怎么回事？这顺义那俩哦，顺义还有15套公寓。就忘了，真的就是好几年有时候想不起来。就有钱的人是这样的，明白吗？这叫有钱人。不像咱们甭说有几套房子了，是吧？咱有几个老婆，不是咱有几个孩子都也都能记住，但是就是咱有就是，对吧？就是不是说很，就是跟咱们之间这个不一样啊，跟咱们之间不是王家呢。王家是房子多，但是王家不是这个不是那个我们说那个有钱人啊。王家，中国有10亿人月收入不足2000，对，是的，是的，所以这个贫富不均呢，是一个问题。但是呢，就是这里边是这样啊，就是有这有结构性的问题，对吧？也有这个也有这个过去的一些传统的。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然后也有地区发展的这个不平衡的问题，也有，当然也有一些人呢，就是，没跟上时代，啊，被抛弃了啊，我个人觉得呢，踢英超对于吴磊来讲是比较困难的，就是我们把他，把吴磊无限放大，就是吴磊的技术风格。啊，比方说在英超这个赛场上，
你觉得哪个英超队员跟他有点像？啊，就是哪个队员的风格跟他有点像？咱们这么讲吧，就是吴磊呢，在西班牙就避免对抗，到英国肯定就是更应该避免对抗。啊，有人说是萨拉赫是吧？哥们儿，你认识萨拉赫吗？你要说萨拉赫跟吴磊像，我只能说是要不然你不认识萨拉赫，要不然你不认识吴磊。啊，有一个朋友说的比较有点意思，瓦尔迪。哎，瓦尔迪呀、啊，就是萨拉赫，他一场比赛触球次数得多少？斯特林，啊，吴磊呢是不会，就是不用，就是或者他不是他的特长是带球或者过人，而是插身后。而是插身后，我说了啊，就是吴磊每一个场上的队员脑子里边都有一个发令枪，吴磊的那把枪是非常宝贵的，就是他总是在最恰当的时机发令跑，哎，时机恰到好处，不早不晚，太早了越位了，太晚了跟人家一样就贴上了。所以吴磊呢在上海上港一个赛季，比方进27个球，22个射门的时候身边没人，就跟训练一样，就是到这儿了也没有防守队员，就一门将，光一脚打进去就打进去了，打不进去就打不进去啊。所以他是这个特点。那么事实上吴磊呢，他是需要队友的帮扶。就是为什么说孙兴民是8000万，吴磊是1000万？其实真正的差距就在于，孙兴民可以自己解决一些问题，所以他贵；而吴磊呢，是需要，了解他的、信任他的，并且有相应这个能力的人给他呢输送，所以他就值1000万。就是你说我为什么值点钱呢？就是我有时候不用团队，我就自己来啊，但也值不了大钱，因为最后能挣大钱的还得是团队啊。就你们那个，就你们最开始说有一个叫李子什么那个女的，就是火遍全球的那个，我就纳了闷儿呢。当我第一次就是很多人火，她火了，然后我有一次看她视频的时候，我就纳了闷了，我说怎么很多人还会认为这东西是他自己拍的呢？这怎么可能？这没团队呢？所以就是人的认知啊，人的认知真的是天壤之别。就是他不知道，他不了解这个行业，所以他就会主观想象。你比方说我们解说到底是在什么，我们解说是怎么解说的，我们看着什么呢？解说的我们看的画面跟大家一不一样？很多人也不知道演播室怎么弄的，他不知道。其实我们解说的时候就跟这儿一样，就跟你在家看电视是一样的，但很多人会认为这个东西很神秘，其实一点都不神秘，就是一监视器怼在地上或者架起来，你对着电视说就完了，这叫解说，这叫解说。啊，是吧？抖音看直播只看董路，可以。啊，有人说一开始就自己是吧？啊，后来才有团队啊。嗯，那我看的就是后来的呗。对吧？到现在很多人可能也不知道有团队，啊，有团队不是错误，有团队不是错误，就是真正就是我是谈的不是说他好与不好的事儿，而是一个认知的问题，啊，我不是谈他好不好，因为我也不关心，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聊嘛，所以我看了看，对吧？就是我不是在谈一个网红，他好与不好。或者
或者是怎么样，我是谈的是一个认知的问题啊，我谈的是一个认知的问题。江景琦在德国哪里啊？然后你在德国是吗？好，到时候我们这样，等江景琦这个事情公布了之后呢，我们联络几个朋友在德国的啊，在他所在的这个城市，然后希望呢能够给他一些帮助，因为他们爷俩在外面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历经了很多的磨难，很多的磨难啊，并不容易啊，所以到时候也希望在德国的中国人啊，如果你喜欢足球或者也关注过足球小将啊，然后能够到时候帮帮忙啊，因为毕竟语言不通啊，江景琦学了一点德语，但是这个他爸爸几乎是出去就是不是聋子和哑巴啊，非常非常艰难。就坦白说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不管是不是江景琦是不是中国小将的中国足球小将的，从我个人来讲，我都不大建议这么小出去啊。但是呢，为什么江景琦，我还是最后就是觉得也挺好，给就是因为这个孩子本身有自己的特质。就第一呢，就是他的这个他接受的教育本身就是西式教育啊，他在这个亦庄那个什么国际学校啊，他接受的就是这种西方教育。这个孩子本身呢确实有他自己的一些东西，就是他虽然是中国孩子，但是他有一些西化，有些西化呀啊，而且他好像他英语比汉语好。对，这是他爸爸说的，就是不是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比方说他写篇中文的作文那就没法看，但是他英语要写一篇东西那可能就是水平挺高的啊。他在哪个城市啊？有人说我别吹了，什么意思呢？我怎么又吹了呢？啊，我吹什么了？你送出抖零个抖币，你还跟我这儿他妈嘚瑟，啊？拉黑。啊。梦里面领鞋是吧？对吧？别着急啊，就是在德国的朋友，到时候咱们有机会咱们商量商量。我就纳闷了，我说我吹什么了呢？啊，我吹什么了呢？小将新的教练团队介绍一下。小将新的教练团队现在来不了啊，外国人不让进呢。黄桃罐头怎么着？买不起啊？买不起那就疼呗，那怎么办？孙兴民的速度不如吴磊。哥们儿，你觉得就是速度这个你理解吗？这俩字儿，就是什么是速度？这你知道吧 ？What is speed？ 你说孙兴民的速度不如吴磊是吧？我操！那你是不是认为我比刘德华长得好看啊？啊？
就是哥们儿，这个我，但是我知道啊，就是这样的人，一定是有天吴磊踢不出来，他是第一个骂的人，就这样的人，一定是，啊，哎呀我去，啊。是这么讲吧，就是我们也很期待吴磊啊能够继续他的这个欧洲五大联赛的职业生涯，这个挺不容易的啊。当今天我们在训练场上听杨晨指导这个给孩子们上课，忽然间想起来1999年啊，1999年21年过去了，但是21年过去了呢，虽然说中间有很长的时间跟杨指导大概只是逢年过节能够沟通一下，但是21年之后呢又能够走到一起，这是人生很奇妙，包括周宁周指导啊。所以今天当杨晨指导跟我一起在教室里边跟孩子进行这个录像讲解的时候，有一阵子我也挺恍惚的。我说21年前呢，我眼前的这个杨晨呢是德甲球员。21年前呢，我呢是一名足球记者。然后我呢是万里之外去采访杨晨。那么21年后，这样的一个闷热的北京的下午，我们在一间教室，然后面对着20多个足球小将的队员，在一起分享着自己对足球的认识和理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很奇妙，它会让人会有很多的感慨，会有很多的感慨，啊，就是中国足球生生不息，总有人说中国足球死了，中国足球完蛋了，中国足球没戏了，总有人这么说。但我身处其中，我非常清楚，中国足球生生不息。但至于说中国足球能不能有什么大的改变，这东西说不好。但是要想改变，你总得去做出一些事。总得有人去做，对吧？这个时代在改变，你比如说呢，如果倒退20年、15年，大概其做青训的只能是徐根宝他们，或者申思齐红他们，对吧？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呢？我说句实在话，就像5年前，你很难想象着说做电商怎么还能有快手和小抖呢？怎么可能呢？电商应该是淘宝、京东、苏宁的事儿，怎么可能有小抖什么小抖小手他们怎么能出来的？有的一年还1500亿，因为他们你会认为他没有基因呢？那淘宝那京东干了多少年了？你拥有沉淀了多少用户啊？怎么这个就是一帮都是这个就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打赏的这个平台，怎么最后能成为电商里边的一匹黑马呢？所以这还真的是一个英雄莫问出处的时代。就像头15年。你不是广播学院毕业的，你也能当主持人，这不扯王八蛋的吗？但是后来你会发现，有几个真正优秀的主持人是学广播学院毕业的呢？对不对？所以，是传播方式的改变，包括生活方式的改变，啊，它会打破以往啊固有的一些所谓的
规律，它会打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呢，之所以说专业称之为专业，它是一个叫认知差异，或者叫信息不对称。很多的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才能做的，才能赚到的，明白吗？就是很多赚钱是靠信息不对称。比如说呢，就是这个圈子原来的事儿咱不知道，所以咱不敢做。但是后来呢，这个时代变了，传播方式变了，大家也都知道了，就这么回事儿，才发现呢，哦，原来我也可以做，对吧？你说是十年以前，哪怕五年以前，哪怕三年以前，你能想象着刘凯元的爸爸，一个小学都没毕业的，一个有三个孩子的父亲，然后也没什么，看上去也没什么文化，看上去也不善言辞，但是他可以拥有20万粉丝在抖音上，并且呢每天的直播还能够有很多的朋友啊给他更多的支持。他卖的小面卖了3500多盒了，他的收入将会超过乐播电商呢，这也不奇怪。有多少网红的一年的这个收入会大于很多的，高于很多的上市公司，对吗？一个人啊，是不是凯爸3500盒小面，好多都是回头客。那你算算吗？就他十天卖了3500盒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是这样，就是看谁的能力，就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啊。但是竞技体育它跟这个不一样啊，就是你传播方式再改变，你生活方式再改变，但是竞技体育所谓更快更高更强的这样的一个绝对的一个原则是不会变的，是不会变的。它需要基因，它需要这个所具备的某一些这个特殊的条件，然后它需要展示。就是没听说一个球员二十五岁之前狗屁不是，而那25岁一下火了，很少，极少。瓦尔迪可能是一个，但是呢，这文艺界什么直播界，这都不说不好，有时候一夜就火，对吧？那个学老师的那个黑龙江那个孩子，那可不就几个视频就火了。那你说他的知名度，他的影响力，现在高于多少个电影学院毕业的？高于多少个中戏毕业的？他没学过表演，所以这个时代就是这样，这是时代的属性。唯有体育是硬实力，跑得快的就是跑得快的。跟你有多少粉丝没关系，说你有8万个粉丝还是8000万个粉丝，枪一响一起跑，谁跑第一谁是第一。足球比赛也是，说你 C 罗有1亿个粉丝，但是如果说有一天说另外一个说我只有500万个粉丝，但是我进球比 C 罗多，我就是最佳射手。对吧？有人说讲讲足球吧，我这不讲足球了吗？不是，你要我讲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又开始就我又讲的不对了，是吗？我这一辈子我就没在体制里边待很长时间，我就是不想让人指挥我。但是老有人老只想指挥我，你应该这么干，你应该这么干，对吧？你说我这你指挥我，你说你让我觉得多难受呢？你说我好不容易我就不没有人指挥我了，我当一董事长，但是我也很少指挥别人，但是最后又变成在这网友指挥我，就很多拉黑的人其实都因为指挥我，
我看着有点烦了。我说我这躲一辈子躲了，我怎么还有人指挥我呢？你应该这样，你应该练这个，你应该给孩子弄这个，你应该弄这个，哪那么多应该呀？我操，你弄自己弄不就完了吗？给我弄得特别烦，你知道吗？老给我弄这个。啊，一辈子我躲。你说我聊着我，你说我聊的挺开心的，他就告诉你聊着足球吧，我这不一直在聊足球的吗？所以我先，因为，对吧？所以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吴磊踢英超是很困难的，这是我个人。这个与他是不是捐过左小将50,000块钱，啊，以及我对他的人品的认可，这都好没有什么关系。我就直接讲，就是他踢英超会比较困难，会比较困难，啊，因为，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国人呢，所谓既适最适合的，可能也是最难的。比方说，直观看，中国球员最适合踢西甲，因为西甲好像，哎，这个身体都灵活，是吧？然后，这个特点小技术啊，没有那个英超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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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甲那么咣咣咣那么干，感觉的好像中国人跟西班牙人呢，反正你从外表看可能差不了太多，就是身形啊。但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其实有的时候是就是相似相融，但是往往就是说你相似了你可能相融，但你相似了有可能还互斥，同性相斥啊。那么也有人说呢，说如果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吴磊这样的在德甲没准可以，因为德国人呢转身慢啊，德国人转身慢啊，德国人你一转身半年没了啊。但是呢，你从南野拓实啊，从南野拓实啊，这个到英超的这个过程，你会发现呢，反正想玩技术。亚洲人想玩技术在英超立足基本上是吃鹅扯得暗淡，因为我说过就是高对抗就像力量大，足够的力量就打乒乓球，力量足够大理论上是任何旋转在足够大的力量面前都是扯淡。就比方说去乒乓球，就是力量足够大就没无所谓旋转不旋转，你什么侧下旋上旋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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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旋是吧，我力量只要足够大。为什么力量大？因为力量大在那一瞬间乒乓球是变形的，明白吗？就是它力量太大了，就直接就把那个球那个所谓的旋转在瞬间这个接触时间的这个那一点上实际上就没有旋转了，没有旋转了，就是地球转转停。你想力量足够大，有一外星人说把地球给拧一下，赶紧就对吧？就像打台球理论上，如果你是力量足够大，你只要稍微一偏，最后肯定能落袋。撞3000多次帮，最后肯定是，就跟倒车似的嘛。理论上就是只要比这车身体长，就是只要这个。当子比这车长哪怕是1厘米，理论上也是能给倒进去的，对不对？就无非就是倒40,000多次，揉40,000多次，向前再倒，哎，理论上是这样的，对吧？是这个意思啊，理论上。所以呢，技术，就是你
就是梅西的技术到现在为止跟英国人对抗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可能对吧，就是也是就也没有，就梅西也没踢过英超嘛，对不对？但是呢你比方说大卫席尔瓦这都可以，这种技术，但是技术确实是得是一顶一的啊。像南野拓实你说是好不好呢？挺好，在奥地利萨尔斯堡那踢的风生水起，可是你扔到利物浦里边弄到英超上，你就会发现他空间啊，处理球的时间缩短，然后空间变小，所以他的技术施展就会受到极大的这个障碍。吴磊呢偏巧不是这样的，反而倒有可能啊，就是吴磊啊，他如果要是纯技术的，比如张孝瑞啊、陈涛，这东西根本踢不了，不是这东西啊，就是这样的人就根本踢不了英超。你琢磨的，你他去那干嘛去？他就有技术，他没有身体。你说，那你英国的那腿都比他腰粗啊，这光一干，你踢英国的四级联赛可能都困难，就是纯技术的这种。孙继海，大家别忘了，孙继海，你可能会认为他身体一般，其实错了。孙继海的身体素质是非常棒的，包括他的核心力量，包括他的速度、爆发力。因为从小他爸爸就是田径教练，就把孙继海就各方面，就他又有遗传，然后又有这偏方。孙继海小时候吃的东西都是他爸爸自己都这个就是给设计的。孙继海的身体不是像你说的，好像挺瘦的，脸挺瘦的，是吧？他就是好像没身体，所以很多人呢到现在为止还把身体和身高体重划等号，这就属于扯，真是挺扯的啊，就是这就认知不行嘛，对吧？吴磊巴萨怎么说啊，我不知道，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孙继海的其实性格帮了他很大的忙啊，孙继海语言也学得快，然后他的性格就本身就这个叫什么，本身就很外向吧，然后好像也是一个很就是怎么说呢，很潇洒啊，然后跟英国人呢、啊、这个沟通啊，这些让人很快就能够接受他，这个挺重要的，真的。外国人也有圈子，外国人呢不是说所有的外国人对你笑他心里就对你好，中国人呢老有这错觉，我操，一到外国人总觉得好像满大街人都认识我呢，嗨man嗨我 hello 哎，扯淡，他们就是已经成为习惯了，他们成为习惯了，他们不是说他对你多嗨嗨 OK sign on my pleasure OK make me come on come on imagine my body哦，明白什么什么？那不，他不是啊，他就是那么一个习惯了，就跟咱们见谁跟谁握手差不多啊。那么外国人他也是他对东方人的这种傲慢与偏见是骨子里的，但是如果你要是跟他成哥们了，就另外一件事了啊。如果你独来独往，那他就会觉得你本来就是异类。是不是？所以吴磊在这方面呢，应该说他人很阳光，但是呢他的性格可能跟孙继海这种外向的还是有一定区别啊。但好不容易呢吴磊呢学了一些西班牙语，到了英国还得改英语啊，反正也挺困难的啊。但是我们就是从这个就是亚洲球员，你比方说啊，其实有一个也在英超这个也打拼过，完了也是锋线上的人，日本人冈崎慎司。这个冈崎慎司啊，他是凭什么能够在莱斯特城啊那个黑马奋蹄的赛季，他跟瓦尔迪这家伙也是正经干过一大票，就是冈崎慎司啊太他妈能跑了。就是冈崎慎司其实就是
当时就是太能跑了，就是他完全其实就是坎特，对，锋线上的坎特。他这个四处去跑，你想想他进多少个球是次要的，他给队伍的防守带来了多大的这种帮助。可这特点呢，咱们这吴磊呢可能也不太具备啊。所以吴磊在英超如果能够说怎么说呢，就是有个20分钟这个时间，然后队友给他塞俩球来进一个，这大概其这是最理想的一种这个生存的方式了，就最理想的啊。所以其实去国外踢球呢真的不是那么想象的那么容易，不是那么想象的啊。就当初呢李铁也是能跑是吧，孙继海有中国球员的特点，范志毅呢是欧洲人的身体，范志毅是欧洲人的身体，他还在附加点灵活，而且他爆发力好，他短距离冲刺快，他一同时转身他肯定比英国的当时的那些一般的中卫要快呀。你看李伟峰呢，他其实在亚洲范围内他肯定很好的中卫，但他到英国呢就他特点不是很突出，就第一呢他身体也不错，但是呢可能啊跟这帮这个欧洲人或者非洲人的那个相比呢，他又没有优势。另外一个他也挺灵活，但是他似乎呢这爆发力啊又没有范志毅那么鲜明啊。范志毅的身体真是，杨晨的身体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另外他有速度，杨晨他的身体和速度还有敬业精神，就是任劳任怨不惜体力。因为当年呢这个杨晨19岁进了这个国安一线队，当时这金指导也说嘛，说杨晨周宁代表国安精神，其实就是两条疯狗在前面疯抢，再加上有时候上来李洪正这哥仨啊，在前面给任何一些本来中国球队就怕紧逼，这哥仨哐哐哐哐哐这么一抢，把对方就给抢乱了啊，进攻组织不起来了啊，完了再有抢下来再就地打反击。我看看那个什么啊，我看看那个，哦，哎，这个 TMUA 魏子轩的那个世界波马上出来了啊，你来晚了，什么情况？哎，你再给我发一遍，刚才说我来晚了，你再给我发一遍。怎么帖子又跑第一去了呢？帖子1386抖逼就跑第一去了，他是新来的，他刚弄完。郑智是一个综合能力比较强的队员，郑智他的身体、球商、技术、爆发力，包括大局观、防守、组织，他是真的是比较，他没有太大短板。就是一般来讲呢，就要不然你有特别鲜明的特点，这样的人呢可能用在某一个地方好使，要么就是你这个人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短板。教练是这样啊，就因为我也是个教练，这个教练呢就当然我是没证教练啊，就是哪怕我们就是青少年比赛，有的时候教练的用人，比方这场上这8个人除了门将7个人，这7个人一定是这样的，有
有四五个呀，没什么疑问。有四五个没什么疑问，因为他们本身的可能能力啊或者经验呢、啊，他就在这儿，就是你谁当教练，这四五个那肯定也都是主力。那么剩下的呢两三个呢，可能 A 当教练他选这两三个， B 当教练可能他选那两三个， C 当教练可能会想那两三个，这是有区别的。但是呢大家就是同时这些教练都会选的这四五个人里边，可能有四个是属于有鲜明特点的，而另外一个可能是最综合的。就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就是综合能力，就是你用它，它既可攻可以又可以守，然后呢也有体力也有体能也有速度，然后呢就是也能组织也能啊突破，然后也能分球呢，有时候偶尔呢还能来一脚，就这样的人往往这个队里不能多，说你这队十个正治这可能也有点问题。你比方说边路下不去底，或者是中间包抄啊，这投球不够，力量不够，或者是身高不够，是不是？但是呢有这么一个人，往往呢是教练呢就不起眼儿。不味儿。哎呦喂。所以郑智呢当时可能是凭借这种综合的能力，当然郑智其实身体也是很好的，你看他那个肌肉37、8岁了，他那个体脂应该说他是天赋，但一般人他肯定37、8岁可能都身形都有点变化，你看孙继海后期都有点发胖了，是不是？也更别提蔡慧康了啊！但是呢郑智永远是那么精瘦，永远是精瘦。这个我跟你说，有人说这是练的，我告诉你，有小孩没练天生八块腹肌，你信吗？你信不信？小男孩8岁从来不练腹肌，一搂起来8块腹肌，你信吗？信不信？信不信？有人说不信是吧，所以就说认知嘛。有人不信，他说那不信就不信吧，算了，不聊了。回头哪天我把这人给你叫来。啊，有人说你就是吧？啊，谢谢。啊，有时候是小孩8块腹肌有什么用？我没说他有什么用。我是陈述一个事实，你告诉我有什么用？什么？啊？你要不要吃小面？不吃，不吃，不吃。行了吧，12点多了，我明天早上还得这什么？明天早上还得，还得出差呢。大家可以下了吧？啊？整两首歌不？有人说这是暗号是吧？不是不是，你们想多了。你们不想看魏子轩的那个，不想看魏子轩的那啥吗？不想看魏子轩的那个。世界波吗？难道你们不想看吗？哎呦我去，你们不想看吗？难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喂喂，这就是Gamax was born Germany and German was his native language。 这家里网速不行，这麦克风是干什么的？
麦克风你说是干嘛的？切肉的呀？嗯。哎呀，我冷落了小一。嗯，小一你是听不出来的，明白吗？因为这我插在小斗上了，啊，小一呢就只能是听原声，所以现在呢我的歌迷呢可以分，我的歌迷可以分为两个，我这刚拿起来就走了400人。本来我今天说把这个曲子谱子都打印出来，结果也没有啊。小一过来了是吧？如果要听想听效果的呢，就到小斗这儿来啊。如果想听原味的，就到小一去。你看咱这个多厉害，就是不同的这欣赏的标准啊，不同的欣赏标准。实话说呢，这个今天我这个状态不是说特别好，哭砂呀，我想想哭砂是怎么唱的啊。哦，哭砂，等会儿哭砂来了啊。哦，哭砂。好，等别着急啊，我找找调啊，找找调啊。拍子呢？啊，太难听了啊！行，哎，我就自己玩，你们爱再走就走啊，不愿意听拉倒，好吗？我就烦这个，我自己来啊。你是我最。
说你是一颗尘埃，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宁愿我哭泣不让我爱你，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你是我最苦涩的抉择，为何你从不放弃漂泊？爱对你是那么难分难舍，你总是带回满口袋的沙给我，难得来看我，却又离开我，让那手中泻落的沙像泪水流。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底，都知道我在等你。风吹来的沙堆积在心底，是谁也擦不去的痕迹。风吹来的沙穿过所有的记忆，在想你。风吹来的沙明明在哭泣，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设备效果没出来是吧？啊，对，可不是声卡都没开，可不是吗？哦，对不起啊，对不起，我说的呢，都是原味的，是吧？有声卡是这样的声，有声卡是这样的。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你是，这是声卡是吧？这有效果了是吧？混响可以调一下，怎么调？调大调小啊？这个对了是吧？调大点啊！行了，我得下去吃饭去了，好吧？我下去吃饭去了。吴磊去哪儿啊？吴磊，啊，乌溜溜的黑眼珠啊，那也很容易。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
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回头去看看是一丛丛树叶，苍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寻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黑漆漆的古镇边是你的温柔，醒来时的清晨你是我的哀愁，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倦忧，错了错了错了，对不起对不起，错错了错了，和弦错了，和弦错了啊。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轰隆隆的雷声在我的窗前，还是唱一首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竟然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
声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这个中间是怎么过渡的呢？我都忘了。哎，我是不是长得有点像姜育恒是吗？不，这首歌是可以吗？这个再回首，你要说可以，我就回头我好好练练，好吗？我还没有完全投入，我没有模仿姜育恒。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是吧？这是姜育恒。飞机飞过天空，好了，今天到这吧，太晚了，好吗？假唱是吧？谢谢啊，谢谢各位啊。换气差点事，你知道吗？就我这么大岁数啊，我这么大岁数，我总不能把自己给憋死，明白吗？但那个这个歌最难唱的就是这换气啊，得深提一口气，气沉丹田。曾经在有我把这首歌好好唱唱行吗？对口型放的原声是吗？哎，咱们今天就到这了，十二点半了啊。就是你咱们就是懂音乐的朋友，因为我是个就是不靠谱的啊，就是懂音乐的朋友，谁能告诉我就是我重点练哪首歌啊？就刚才这几首，哪你觉得哪个值得练？就是等我买了6000块钱声卡的时候，就是我哪个？戴帽子的兄弟等不及了，谁戴帽子了？青藏高原呢？那扯淡，那别闹啊！罗大佑的是吧？安和桥。哎呀，张震岳的再见不适合，那个歌太小清新了。别让我一个人醉是吧？那个歌不好唱，那个歌不好唱。好了，沙漠骆驼不会唱。好了，感谢各位啊！我明天早上还出差，明早上飞机啊，去上海，然后明天晚上呢9点跟那个韩端连线，好吗？啊，对了，我得发这个小魏的世界波，好吗？大家别着急啊，稍等一下，我发一下魏子轩的世界波啊。就是杨晨指导喊的。啊，你看，所有人都在，哎呦。
这是杨晨指导喊。哎呦，你看没有，就是大家就懵了。哎呦哎呦，进了。我说致敬范巴斯滕。等我配一遍慢动作啊。这我说的，我说可以啊，魏子轩，你致敬范巴斯滕啊。我编辑呢啊，好，好了，可以啊。马上发了啊，马上就发了，WB 和这个抖音上都发，好吧？行了，就今天就到这儿吧，我马上就发啊，啊，就我的视频都是我。基本上都是我制作的啊，就是我自己的手机，我就自己给做，好吧？给榜一的铁哥点点赞啊！这边也感谢朋友们，然后明天晚上9点钟见啊，上海，我在上海。